现在来到三峡大雄樱花林，满满的人山人海，满满的樱花。假如你今天有伴的，欢迎跟伴一起来；没伴的，来这里找伴就好。跟着我们摄影师的脚步，一起去看看满满的美丽樱花林吧。我妈有跟朋友一起来，然后就带我一起来这样。我们上来的时候其实有出一点太阳，画面是很美。然后现在走上来这边又有雾，所以就有不同的风景这样。你就是休假，想说带妈妈来走一走啊，顺便踏踏青啊。而且今天天气又不错啊，很舒服。尤其今天的天气很适合拍照，上面也很漂亮，比较偏紫红色的那个也很漂亮，也可以去拍看看。所以每个花季时间不太一样，像现在就是响水樱的时间，蛮漂亮的，我蛮推荐的。而且我觉得就是可以带着不同的服装来体验看看不同的感觉。